弟妹妹们，你们快来呀，大鱼哥哥要给你们开会了。亲爱的弟弟妹妹，后天是美嘉妈妈的生日，你们有什么想法吗？我会给美嘉妈妈一个大大的拥抱。我也会给美嘉妈妈准备一个大大的笑话剧。这个我还小，不知道要准备什么。我想我们去游玩，假装什么都不知道，在游玩的地方布置好。当然礼物不能少，必须要给美嘉妈妈一个大大的惊喜。好好好，这个想法好，我们都支持。可是这该怎么办呢？你们都听我的吧，过来。妈妈，今天我们就在这里玩吧。对呀对呀。好啊好啊，妈妈看到这里的景色也不错，我们就在这儿玩吧。那我们玩什么呀？玩什么呀？妈妈觉得你们应该先下来。哦，也对，下车了，弟弟妹妹们。我们玩捉迷藏吧，这次找的人要把眼睛蒙上。为了公平，我们想让美嘉妈妈也加入我们。哦，还有我的事儿呀。对呀，肯定要有美嘉妈妈参与呀。好啊，可以，我蒙上眼睛，你们可要藏起来哦。可是蒙眼睛的东西妈妈没有带。没关系的，可以用我的围巾。孩子们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妈妈现在要数数了，10、9，多多，8，快去，7，3、2、1，时间到，妈妈现在要找你们了。哇，哇。这是什么呀？美嘉妈妈生日快乐。哦，真是太惊喜了，谢谢了我的孩子们。小朋友们，萌鸡小队可爱吗？如果大家喜欢我们酷玩工厂的故事的话，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酷玩工厂哦，同时也要点赞，还要关注橙子姐姐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下期节目一起更精彩，拜拜。